一句话教会同学们搞定英语中 80% 的语法，建议点赞收藏。这句话就是一句话中有且仅有一个动词，什么意思呢？例如我喜欢书，你可以说 I like books， 但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表达我喜欢看书，在中文当中这么表达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在英语当中一句话有且仅有一个动词，所以喜欢 like 阅读 read 这两个动词不能放到一起，不能说 I like read books。 那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就把 read 动词变成动名词 reading， I like reading books。 也可以在 read 前面加上一个 to， I like to read books， 这个就是 to do 不定式，你学会了吗？